我们用手机打开应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广告，比如我们打开微博来看一下，现在看到有一个麦当劳的广告。好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去除广告的办法。首先我们把这个软件退出，然后我们打开广告助手这款软件。打开之后看到上面有一个开启无障碍服务，关闭应用，启动广告界面，后面有一个框，我们勾选一下。现在我们再返回到桌面，重新打开软件来看一下。再以微博为例，打开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就已经没有广告了。我们再试一下其他软件，比如我们打开派派，直接就打开了。好，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，可以关注我们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，小写全拼的山东胡宝义，然后发送本期的暗语“水彩线那一朵昨日的忧伤”，获取下载地址。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